来吧，浩总出场了。来，小八，你的歌是 Side by Side 啊，真命真啊，自己的歌。那好，那好好打个歌。两年前发的舞蹈有点记得不太清了，我就。你还要跳舞蹈版？那这么多镜头，当然能跳就跳呀。来吧。和你一起肩并肩，手牵手，去外面的世界走一走。他想很霸道的拿着17号柜子柜子肩并肩手牵手去外面的世界看一个走一走应该是都是好丑的镜头5号给你我的所有可在你面前话说不出口10号 Do you hate me? 你的出现打乱我世界的秩序猜不透也毫无头绪他好配合为什么他那么配合5号10号你在干什么10号甚至用那种拍舞台的方式拍他是在拍的很帅的方式拍的10号啊下一位哇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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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好想跟十号聊一下刚刚拍你的时候跟拍舞台一样十号拍我的时候是这样的拍你的时候是真的气晕了我们为什么我记住你了十号哪个镜头最可怕我觉得那个抽屉是最可怕的抽屉巨丑下一位沈月走起好容易受伤的女人你的歌曲是你的微笑要不迪哥你来 Q 一下摄像机号哇我可以坐这儿爽死了来音乐开始9号哎这还没开始呢前面前奏就要在9号那儿开始前奏最上面最上面最上面11号月月把这些人拿起来把这些人拿起来感觉在擦地你把它拿起来可以拿起来把这些人拿起来4号不需要别人来讲把爱紧紧抓7号接到这边你懂他的味道你懂他的味道但我的心情上别人都不了只有你16号不再单调我的微笑你明白就很好我的味道我想要10号哎你对女孩子是很颠倒哇哦我的微笑点击了每一个尽量够10号五号转10号5号转回到在我的星球闪耀星球转差不多以后自己去找13号哇哇算你们厉害我觉得迪哥这一套还是可以的谁呀、啊、下一个我来吧哦宝强哥来吗哦哇塞宝强哥我就
挑战杨迪，我就挑战杨迪。我觉得他喊的挺好的，喊的挺好的。现在我们请十六号的号码牌先给到明浩啊，哎，明浩变十六号。张艳琪拿七号。哎，为什么现在就全换成业余的？等一下，宝宝，从这一刻戴上，你就不再是凡人了。咋的，我走。来，我们音乐准备开始。哇，好温柔啊！十五号，十五号，十五号开始了。十五号在哪里？等一下，前面面前。那啦啦啦啦啦，你看那脚。三号，三号，几号？三号，三号。直到有一天，你就是爱上我。十六号。这还有哥耶朱真郎，这个很好，太厉害了，效果很不错，不错，喊得不错，有两把刷子。接下来陈哥的最炫民族风。哇，几号？七号，十号，选择民族风。我的天，我得给你记录着，最后时光，这个真的是超级大有氧。下一个人是谁啊？我来五号。左三千右三千，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十号好可爱。韩浩是吧？哎，来，我先吧，来吧。让我记一下，九、十三、四，来。Music Action， 十三号。十三号在哪儿？这儿。九号。上面。十五号，下面，脚下。变，十六号。八号。结束了。一彤是不是还没完啊？一彤来，彤彤来吧。音乐开始。
往哪看？这位选手一点方向感没有啊！下面，下面，啊，走。三号。三号，贵贵贵子力。五号。十四号，十六号，相爱原本浩远集团来了哈，那来吧，你刚跟我进来吗？舞蹈拷贝不重样游戏规则，每组限时三分钟学习舞蹈，最先能完成跳出舞蹈且不出错的小组获得第一名，排名靠前的小组具有优先选择 cos 服装的权利。为你们量身定制的，为我们量身定制的，是为我量身定制的，靠你了，这个靠你了，这个交给我。意思，第一名就直接是他吧，就不用选了。万一是芭蕾呢？就是都可以，芭蕾也可以啊，他会记得比较快，学一下。这样这样，跟宝强呢就剩两套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不挑啊，我们不挑不挑。我们也是，我们也是，我们也行，我们也不挑。你们先玩着，你们先玩着。我们现在开始准备挑战，然后可以开启盲盒，好不好？好，来。为什么晚上总是有星星？为什么你的眼里总是亮晶晶？挺简单的，挺简单的。总是有嘉宾，为什么连你的心跳都想要用心听？这个都看我，跟我学，跟我学。你已经会了是吧？噔噔噔噔噔，眼睛。OK， 三下。偷学一下，偷学一下，今天在教学。不要叫他们，不要叫他们。然后是眼睛。左手，先左手。好像会了，我们练习一下。一，有没有点油腻啊？我俩看有没有太油腻。为什么晚上总是有星星？为什么你的眼里总是亮晶晶？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哒哒哒哒哒。哎，还是顺的。听，好，我会了。你会什么了？会了？不会。会了。那我们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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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时半会儿都不知道该看谁，好精彩的组合！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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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不玩够，为什么晚上总是有星星？为什么你的眼里总是亮晶晶？为什么可乐总是有嘉宾？为什么连你的心跳都想要用心听？哇，大家好像对了，对吧？挑战成功。耶耶，怎么样？对了，成长线太快了吧？第一个游戏就是谁？聪明是张凌赫他们先。跳成功了。本来你们跳的时候我都不敢看，怕学错的进去。我们这次都学了。不要叫他们，然后是眼睛。会了来嘛，迪哥，我瞧瞧你。不玩够，为什么晚上总是有星星？为什么你的眼里总是亮晶晶？为什么可乐总是有嘉宾？为什么连你的心跳都想要用心听？一模一样。挑战失败。为什么？为什么可乐总是有嘉宾？要不要教你们？OK， 无磊，来，我慢。OK， 加油加油，没事啊。来了。不玩够，为什么？救救我！为什么可乐总是有嘉宾？为什么连你的心都没有？挑战失败，哪里失败了？哲远，你的心是这样的，大哥，
大哥说的对。中国的鞋你不知道吗？按照我们的标准不行。来，挑战失败，下一队。再练一遍啊！我们。哎呀，不油、哎、这画面不油腻吗？我先问。多远点？多远一点？我都怕你。为什么？为什么我想做实验细节？为什么你的眼里？停。嗯，走吧，你就跟我已经不一样了。来吧，让最厉害的这一组来了。我们要来了，大家都好好学一学吧。哇哦，错了才丢人，来吧。我够。为什么我想做实验细节？为什么你的？行了，再下一位。哎呀，你们俩口号喊那么猛，哎呀！你看看你，我的，牛白吹了，哇！心无旁骛，来，迪哥跳得好呀、啊。跳得太好了，你俩这个完美，太默契了，哇，太默契了，哎呀，哦，哎，对了，全对了，确实对了，你们还没过啊？还没过呀？你不是那么能跳吗？不会有人连这么简单的舞都学不会吧？肯定不怪你，那怪谁呢？不要理他们，气定神闲，不要管他们。我们不能被他们打乱。安静！1、2、3、4、5、6、7、8。1、2、3、4、5、6、7、8。2、2、3、4、5、6、7、8。3、2、3、4、5、6。啊！差一点。加油哦！别紧张啊，陈卓远，别紧张，没事的，千万别紧张。我们在后面帮你数着八拍。你的队员们都在看哦。慢点，没事啊。Let's go。为什么我想做实验细节？为什么你的眼睛总是亮晶晶？为什么我总是眨眨眼？为什么连你的心跳都要用心比？哦，对了吧？得个比心，弹出。我们俩一样不就可以了吗？要跟原版视频一样。专不专业？什么舞者是需要把舞蹈变成自己的风格？每一个人有不一样的 style。我们俩一样呀。因为小八的手受伤了，他这个手这样子推出去有点疼。对。哎，你们好，往后排，谢谢。往后排，谢谢。还在比赛呢。是魏武，我量身定制了，交给我，小意思。这遍只要杨迪不说话，加油！今天刚认识的两个人，其实我觉得可能刚一开始的时候，闭嘴！两个人左右手都是刚认识的两个人，说不定以后也不像再相认了。表情管理，把音量给我开到最大。背着我，两只手又亲一亲，眼睛哦，亮晶晶。推出去，推了两次，推了这么多下，他们是两次，对，所以你们错了，推出去。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别干扰我们了，你们俩先过了再说吧。你们作为最差的一组，一直在教别人。你不要吧，我们俩都困了，你们快点儿。我们俩都睡着了，你们什么时候可以过？看时间，来吧。为什么我想做实验细节？为什么你的眼里总是亮晶晶？陈正元好局促。为什么连你的心跳都想要用心听？ Yes， 对了吧？对了。Yeah. 挑战成功。对了。Yes。谢谢。哎。哇，只差你们和他们了，你要不要加油？主要是张一奇，我们输了吧，不丢人。主要我们不是干这个。为什么我想做眼睛？为什么？
杠杠杠，可以吧？挑战成功，可以吧？表情管理太差了。小秀一段了啊。谢谢。来点那种带唱的好不好？好。大家好，给大家唱一首《Honey Honey》。耶。不错哈，非常有个人魅力。好，下一个。宝哥，宝哥，宝哥要表演什么才艺？来个个人魅力来。绝活了，真的，终于来精彩的东西了，这个帅，这个根本没有人能抗衡你。好，林鹤有没有什么绝活？这个挺硬的。这个是什么？这个很好奇。我可以，我的特长就是土嘴包虾。土嘴包虾，大家都懵了。真的，我吃这个虾，我可以保证在场的每一位都吃不成我这样，真的。啊，你展示一下。我倒要看看完整的虾哈。开始你的表演。现在他将虾放在了嘴里。哇 哇，好完整，好完整，真的挺厉害的。一口吃完。好，下一个。我可以上。我徒手掰苹果可不可以？徒手掰苹果感觉不错。我可以。你可以啥？来，沈月，你要不要跟我一起 PK 一下吧？你我跟沈月 PK 一下，看谁快。来，走，一人一手，加油！沈月，你现在腿比苹果还横啊！你看他膝盖。这还真不好掰，他这个。我展示一下跳皮筋儿，好吧？为什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谁还有别的绝活。就是我今天要和就是哲远哥一起 PK， 我那个才艺是翻跟头。啊！你的字典里没有数字吧？我哲远的字典里没有数。嗯，但是我翻跟头已经有好几年没有翻过了。我有27年没翻过跟头。来，开始，比赛开始，一、二，侧手可以了，可以三个，连翻三个，哇！哇哇，四个，现在最后一个想踢他脸上，四个侧手翻，啊，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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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知道没有五个，好，那边没六个，好了，快翻下去了，六个，来，三二，哇有，哇哇有，成了。
就一个哈，够了够了，他六个，他六个，来，这么不服输，哇哇哇，可以，哇哇，哎呦妈呀，哎呀妈呀，哎呀，可以可以。四个四个四个，可以了可以了，还反着翻，五个可以了，我输了，我翻不了了，翻不了了，精彩精彩精彩，好了，一彤就是这个绝活了哈，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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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点掌声。明浩，你刚除了跳舞，那个快板也是你的绝活，是不是？我看你玩了很久了。是啊，来个快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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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纯打还是嘴里有词儿的？你不想 freestyle 吗？然后我打完之后在快板里面 freestyle。可以可以。来吧，原形毕露了，我都要。竹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哎，夸一夸青春环游记的我们大家，哎，夸大家，说大家都有啥，让我来看一看，大家的脑袋长得像瓜不像瓜，像朵花，嘿，我的 freestyle 可以继续跟着这个拍子然后慢慢延续，刚才沈月说掰苹果掰的自己的膝盖被苹果红，然后陈哥说这个我在行，他说我继续唱着想要跑墙，跑墙的跟都是翻的真舒畅啊，还有人吃虾吃出汁完整的虾，大虾红虾白虾黑虾，我是白虾了，我这刚刚大家吆喝我们吆喝的这么厉害，下面有没有选手想要上来展示一下，抽吧，直接抽直接抽，就是喊我们喊得欢啊，哇哦、oh, 好爽啊，番茄鸡蛋、啊、哎呀喝点汤吧，萝卜汤，真的不错，好滋补呀，早上喝点这种，哎好香啊，好香啊，它熬的确实好，是吗，好期待啊，好期待我们是什么，好也不错哦，鸡蛋番茄鸡蛋这么多，我可以一口干掉这个。他们的那个番茄炒蛋是我们的炒多了吗？对，我们的炒多了，我们不吃，别往这放，我们不吃，没有尊严吃，这没有赢的餐。今天咱俩呢？辟谷吧，好不好？辟谷辟谷啊！各位，我们早饭吃的差不多了，今天的旅程要开始了，大家可以去换衣服喽。哦、oh. ，走吧，那我们穿我们 cos 的衣服去吧。哦，啊！你没有看到我的妈妈吗？妈妈在哪儿啊？哪儿啊？来了青春环游记，第一次感觉在旅游在旅游了，到了朋友们，妈妈，哇，是来找妈妈了吗？
欢迎各位，这里就是委托人想去的第一个场地东八谷。然后接下来就要体验的就是茶马古道。茶马古道，好的，好，欢迎我们的向导来给大家先介绍一下。你好，欢迎，欢迎，欢迎。好，大家下午好，欢迎各位走进丽江东八谷茶马古道。好，那么现在呢，咱们就准备骑马，大家呢骑到这边来啊。哇，这马好肥啊！咱们慢慢的走来啊。哎，跨过来。走了，我们茶马古道起航了啊！好，慢一点，不用害怕。请问一下大家，茶马古道为什么叫茶马古道？大家知道吗？运茶的。不只是运茶的。茶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茶马古道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尼泊尔、印度境内，其中往来的运输都是由马帮采用人背触驮的方法，历经千辛万苦完成的。咱们就在前面下马了。这么快就要下马了？慢一点。哎，谢谢，辛苦。哎，脚踏实地的感觉爽不爽？爽。骑马跟坐雅迪电动车比如何？还是雅迪电动车比较舒服，而且雅迪快呀，续航能力又强呀。委托人妈妈想让你们帮他们在一些打卡点拍一些照片，那我们拍呗。我拿脚，那给我几个脚。对，蹲着，蹲着。这中间接一下得连起来，它就像一个大的拼盘。那我要拍了。来吧，就是那种自信的微笑，一定要享受。三二一，完美。妈妈的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这张照拍的真的绝了，漂亮。走吧走吧走走。